为去色大选课真的太有趣，它有非常多的课程可以让我们学习。如果你找到你自己喜爱的兴趣的话，你会非常的开心，你的内心是会很富足的。我是觉得一步一脚印啦，因为其实我们一开始我觉得，因为传统戏曲它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的，因为像戏曲专科学校大概都是8年做科，对，那其实我们学任何一个技艺大概都要3年以上。那因为这边都是素人演员，那同时说实在的也都是成年之后来加入歌仔戏，那其实很多时候必须要靠着热情来维系。我们不求快，我觉得脚步要稳扎稳打。然后所以呢，我们大概每次都是从一出戏的折子戏开始，前面几年是教授一些比较传统的折子戏之后，然后我们开始准备筹制大戏，然后也是一步一脚印，所以我们大概也是花了5-6年的时间才完成第一次的这个作品的创作。新庄社大每年都会举办游艺日的活动，促成这个活动的原因是因为住在新庄老街的简文仁老师在想，这条老街有没有可能文艺复兴呢？那我们所办的这个游艺日呢，目前呢到了今年刚好是第4届。那我们办这个活动的目的呢，是让大家能够更了解这条老街对于我们在地居民的意义是什么。社大的老师不只是来社大上课教学而已，社大的工作人员也不只是来社大工作这样而已。好，那学员也不是只是来上课学习而已，他们想做的事就是你找到一个同行的人一起做事。好，我现在先大家走第一个点，是一个五金行。直接带着同学进入地方的老店家，然后再把他们老店家的故事写出来，然后我们带入他们周遭的地景文化。水电在我们家庭中是不可或缺的，北投社大因处于温泉丰沛的环境，居家的水电设备很容易受到侵蚀，因此水电班开设的需求就应运而生。就是家里基本的，比如说灯泡的更换，然后插座简易的插座的维修，这个我们都可以做到这样。那让学员第一个下去做服务的时候，然后社区大学可以把学员带入到社区里面做公共服务。北投地区总共有42个里，那我们目前跟23个里合作过，我们将来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达成42里，我们每个里都会去跟他们宣传这个电器，然后跟大家服务这样子。那他们进到社区里面，其实也提出各种不同的构想，譬如说早期大概就是一个里，就是进去一次，那后来他们就觉得说一次不够，可能一个里可以好几次，或者是甚至协助那个里培训一些当地的志工，甚至于他们也会去做一件事，就是说，那个有没有可能他们，把一些人家不要的二手电器修好以后，送给里面的一些比较弱势的一些家庭这样子。
很多的构想都是他们自己想出来，那他们自己想去做，那社区大学只是从旁去协助他们，然后去跟里那边做一点沟通。那其实到了最后面这两年，其实我们不太需要沟通，因为很多里他们就主动会来找，或他们自己去找的时候，里已经有一点口碑了，他们也很愿意让他们进到里里面去。能源转型一直是国内关注的焦点，芦笛社大成立了水电工班，透过节能减碳水电 DIY 课程，让知识与学习发生在老师与学员之间，也因此产生学习社群。庶民能够来参与，然后厝边就可以来电，这样子哈。你学了这一项技能，你就变成协力电爱地球啊，这是我们的宣传口号。那庶人可以参与这个合作的发电啊，这是我们的比较理想的目标，这样子。庶人参与，合作发电，合作发电，协力电，协力电，爱地球，爱地球。我们今天的这个能源议题太阳能工班的课程，其实就是如此。他们透过来学习这个技术，这个看似很好玩的一个新的能源技术，然后呢，他有机会在玩自己增广见闻的时候，他开始认识到哦，台湾正在面临能源转型这个议题。我们不想教条的去告诉民众说你应该关心公共事务，我们觉得个人成长跟社会改造跟社会这个变革这件事情呢，两件事情应该是合而为一的。所以社区大学应该积极地扮演这个角色，让民众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参与到社会变革的活动里面。当社大由学习者开始走入社区，从我扩大延伸到我们，就产生了公共关怀的心。我们跟社区密切结合，展现出我们跟社会之间的关系。当关系产生了信任，也就有后续互动的到位。每次来这里操作的都有二十几个、三十几个，甚至有时候四十几个。那我不可能每个人都有办法照顾到，所以我们是用这些老的伙伴去引导、去带领这些新的伙伴。就是那句话，做中学。一边操作一边学习，然后透过这种分享让他们知道说，我们今天做出来的效益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做。那我们希望说在地关怀，木栅公园这个地方其实是有很多可以让社区大学来参与的一个的这些工作，所以2012年校长请我来这个地方看看说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在6年前我们之所以会希望说投注比较多的心力在翠湖，是因为我们在创校时期我们就成立了景美溪守护联盟，所以我们把翠湖当作是文山社区大学的师生一起来经营文山区自己的水环境的一个重要的据点。景美老街的人文把它汇整成我们水文化的一个复兴的轴带，然后呢我们也因此我们的老师学员进一步呢在我们景美老街这边租下了一个空间，希望作为跟年轻人一起翻转就是景美老街文化的一个基地。所以其实从翠湖这里面延伸出来是我们社区大学的老师学员的公共参与其实是可以很绵密而且可以是很悠远的这样子的一个起点。如今水水翠湖已成为台北市12座生态公园之一，这都是一群志工默默的耕耘及奉献。那从早期我从这边看到这个翠湖，事实上是大家把这边当作好像垃圾场，有不要的家具、不要的轮胎往这边丢，所以是非常非常杂乱。早期的话他也有人在这个地方钓鱼，所以有把一些外来种适合拉力强的这种鱼种都往这边请到，所以变成一个怎么讲外来种的一个倾泻所，所以这个是对这个地方伤害最大的。这个是泰国线鲤，这个环境原本没有这种鱼，然后可能是一般民众养了以后
然后不想杀生，然后就往周边的一些湖泊乱丢。然后呢，它的生命力非常的强。其实我们把水放干以后呢，它还是可以躲在泥土里面生，活很久，或是说它可以爬上岸，爬到另外一个水池上去。所以我们之前在把这边的翠湖的水放干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它可以跳到另外一个水池的现象。对，所以它的生命力非常强，那侵略性也非常强，会吃很多小鱼。所以我们这边的一些原生的鱼种就慢慢的消失了。我以前到公园都是享受到就是别人的成果，可是现在透过我们跟志工的努力，我们这边可以让萤火虫复育，甚至爷爷带着孙子，然后全家能够来，那我们看到他们的喜悦，我们也觉得说，哎，我们的付出是值得的。我们从社区再放眼到地方，罗东社大为了推动公民素养，促进公民关心公共事务，提高参与品质，因此公民周都会针对时事进行开放性讨论。社大办学最主要的精神之一嘛，不是只有学知识嘛？嗯，那包括公民素养。嗯，那我觉得你今天是一个学植物的人，你爱植物，可是你碰到我们的宜兰运动公园树木要被砍掉了，当然要跳出来啊，不是吗？那我觉得这一群树木如果能够保留下来，受惠的是整个宜兰县民。一个公民行动的产生，它不是单单的利己，而是需考虑到社会的整体性。罗东社大植物赏析班的老师跟学员，透过讨论来决定要采取什么样的公民行动。三十几年的树啊，留落就好啊。啊，当然也讲足侪，足侪，也缺点。啊，那个缺点，我们用老师教咱的这个专业知识啊，我们一一把它反驳。这代志，伫咱伫外环境发生，比如讲伫台东、台中、台南，即马黑板树真的问题很多，没有错。但是伫咱宜兰，伫咱罗东运动公园，这代志拢无发生。美丽的东西不是应该要留下来吗？啊，那要甲错掉啊！所以讲，我是感觉讲，我们的诉求哦，哎，老师讲，尽量单纯化，就是讲，咱就是要留遐树啊，尔，无其他的目的嘛。啊，伊尊重这三十几年的寿命。我们的诉求很简单，就是保留这些常年累积下来的一个好的一个植物，来让我们县民来共享，就是这样子。恻隐之心，人皆有之，重要的是即知即行。2018年6月9日，罗东社大好多社团都来响应，在宜兰运动公园黑板树下，以艺文活动唤起民众，共同来抢救这400棵大树。非常有价值的一个地方，他们会让，可能一个学期一次就会让我们了解一些附近的问题，还有一些看法，然后不一定是一个看法给我们看，很多就是反对跟支持的都让我们了解，让我们自己判断，自己发问题这样。今天其实也是社区大学公共参与的一堂课，让社区大学的学员能够走出户外，然后落实黄武雄老师所说的学校在窗外，然后落实我们社区大学真正在培育现代公民的宗旨。在我们的作物里面呢，抗氧化非常高的青花菜，
社大跟一般的大学跟一般的正规的教育不一样，就是说我们想要讲更多人权的议题。像这种社会上发生重大争议的事，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最好的教室，大家来这里思辨争论，然后呢把这些整理出来的知识呢化为行动，哈，我觉得这是哈，社大这二十年来哈，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最好的礼物啊。我们认为很多的学习哈，在学校的学习是不足的，反而社大里面有很多有实务性的工作或者有在地性的工作，其实更需要让学校的孩子早点学习。我们大家都是庶民老百姓，白天大家都是农工商，我们如何用行有余力的力气？来对这个社会的公共事务做一些投入，做一点贡献，我认为这是社区大学应该扮演的积极中介角色。走过二十年，社区大学已成为众多人所熟悉的终身学习场域。我们期许自己是一个与时俱进、知识创新、人文关怀的交流平台。而这些年，我们积极发展地方文化、地方知识学，并促进社区永续发展。展望下一个二十年，我们期盼全国社区大学更多精彩的学习故事能一幕幕的被人发现与看见。它的整体发展绝不是一学期或一年，而是更长久的未来。就是重新再认识自己生长环境新的地方，真的社大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其实我是念工科的，来学这文科的东西，我可以相辅相成。嗯，对，所以我们看建筑的东西会更清楚。社大是我退休后可以进修学习的地方。年轻时候不好好读书，现在应该有点时间，可以来补救一下，所以我们进入了社区大学。越进步的国家，它的犯罪率要越低的话，它的自贡生比例越高是越好。那在这个过程，也希望说同学都可以对于各种生物的生命都可以去尊重他们。我觉得是一个对身体的自我认知，让他们达到了一个自信。所以我在带这个课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创作的一个方向、一个理念，就是希望透过绘画，让各地的历史被看到。